一秒 KO 瞬间 S9 定格呈现。本节目由三星 S9 手机首席冠名播出。超酷智能科技尽在天猫机器人节。本节目由全球智能数码家电首发阵地天猫独家互动支持。3018年，地球已面目全非，科技发展到达顶端，世界的生存秩序被完全颠覆，精准和效率成为唯一的价值追求。正当人类面临末日危机时，编号 CH0329 的人类却从麻木的繁荣中觉醒，深刻意识到人性的温度与情感丧失势必意味着人类的真正终结，而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便是警醒身处2018人工智能元年的人类。于是 CH0329 携拯救世界的终极密码穿越而来。在未来，自然的原力亟待唤醒，人类的灵魂亟待解放。CH0329 将分秒必争，寻找拥有这些能力的勇士们，将拯救人类的密码传递给他们。变历史进程的终极名额只有一个，人类是被机器掌控还是掌控机器，命运就在他们手中。目标舱已到达。好酷啊！哇！哇，太酷了！好炫酷，耶！欢迎你们，四位勇士。我是从3018年信息穿越而来的人类，编号 CH0329。哇！你们因为具有非凡的勇气、创造力、爱以及学习能力，而被选中来到这里。只有这四种能力得以延续，未来的我们才能被拯救。我将把未来的信息传递给你们中最出色的一位，帮助人类用正确的方式创造世界。而现在，你们将接受一场严苛的考验，这就是铁甲格斗。铁甲就是专为格斗而设计的机器人，铁甲格斗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击败对手。只有获得最终胜利的人才能得到我的密码。现在你将拥有组建自己团队的权利，只要接收摆在我面前的队徽，你将成为战队经理人。
深深地感觉到自己肩上可能有一份责任吧。要开始了，然后可能会遇到这些铁甲，是兴奋的。它很高科技啊，就会觉得很长见识。能够参与到这样的一个旅程当中，是一个很兴奋的一种体验。请领取队徽。忘我的去追求胜利，追求那种获胜的快感。山，我的战队要稳如泰山。一，是应该的。输赢并不重要，竞争还是有乐趣的。自己有力量，控制不住啊！我对胜利的那种渴望的是非常强烈的。敢于挑战未知是勇者坚守的信条。看一下你们的第一场考验吧。 OK， 选机战规则，48只铁甲每24只为一组，分成两组。四位战队经理人凭感觉选择5台铁甲进入自己的战队，每组选择时间为100秒，可多选。只有率先将队徽嵌入卡槽的经理人才能将该铁甲收入囊中。四位经理人，第一组，100秒倒计时，3、2、1，开始。盲起阶段对于明星来说是非常困难的，明星的选择很可能是基于铁甲的外观和颜值，明星很有可能与铁甲的实力失之交臂。这个看得厉害，又有挖掘机又有铲斗。自己对铁甲不了解，所以你要更多的时间去想、去看、去明白这个铁甲，哎，到底它的厉害的地方在哪里？好难选哦！我当时心里的感觉就像是一个孩子突然进到了一间他梦寐以求的玩具商店，就是琳琅满目，突然一下兴奋的就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因为我们都是门外汉，我们不是精通这个的。所以我们只能通过一些比较表象的因素去选定我们是否要用这个机器人战车加入到自己的战队。黄战斧，他长得高，那万一他们都是矮个，我就高个，我都可以砸他们了，就是这么认为的，就是很简单的逻辑。正少选择狂战斧。长得真的好看，可酷了，长得，还是看颜值的。你在这干嘛？挑珠宝呢？在这儿。郑爽在这儿。这就是感觉挺好看的。你是靠颜值来选呀、啊？因为它太多的这种造型的设计留下了太多的空隙，很有可能会给其他的机器以攻击或者是挑翻它的这种机会。你能感觉出它大概的攻击方式是什么吗？我觉得这个特别好。你要不要？你？那我要了。郑爽选择暗影猎手。啊、我骗郑爽选了一个。你要骗我？我已经知道了。郑爽的特点就是当你说好的时候他就会相信，所以他选的机器人其实是被我忽悠的。他心地善良，然后耳根子特别软，就你说什么他都相信。暗影猎手这个队伍非常非常强，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就是给我们好几个机器人
拴到一起，群搂的都打不过一个。他的机器不管是从那个威力还是说他的操作，绝对是世界流，艺术与机械的完美结合。And there's two reasons I don't want to fight him. First, he's tough, and he's a great driver. His robot is a piece of art. I mean, it's more than just an engineering machine. It's just an amazing. 我第一眼看见的，让我最震撼的一个机器就是金箍棒，让我当时眼前一亮。撒贝宁选择金箍棒。我觉得金箍棒是比较符合我想象中的那种机器，一个是它造型简单，而且它的装甲非常厚实，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比较有信心的一点。That was a big mistake. I can't even conceive of what it's designed for, but it's not designed to win one of these competitions. Golden tube. 我这个人是比较犹豫的，所以每一局我都犹豫，犹豫徘徊，等于白来。请注意时间，还剩40秒。哎呦，这个还行哎，这个厉害。第一眼看到，我觉得说，哎，这个可能是在我考虑之中的一个铁甲。他的行为有一点让我觉得，哎，我可能会失去得到这个铁甲的机会。吴尊选择红河战车，讨厌，还是要先下手为强啊！我要这个。张一山选择大锤锤，张一山选择矛与盾。张一山选择大黄蜂。耶、yeah. 两顿烧砍。二啊，时间到了，一快点。撒贝宁选择两顿烧烤。时间到，请停止选择。哎，没选上。这个好，这个选好啊，重心低，平稳，大繁质简，真的太好了。嗨，他们飞机也不专业了。他们对呀、啊，只是片面了解，我们都不专业，因为。哎，吴尊这一把选到，这一把选不上，所以你到现在为止就只有一辆粉红色的回忆，对，是吧？粉红色的回忆。夏天悄悄过去，留下个小秘密。第二组，请准备。100秒倒计时开始。Go！ 不着急，跑得快。跑吧，你们跑吧。我们还真就跑了，跑没有了。哇塞，哪一个好啊？那在最后这一轮呢？其实我有在提醒自己说，哎，不可以这么犹豫了。假如看到不错的，你觉得感觉对的，就要赶快做决定。我特别怕这个好东西被别人先拿走，因为你看到了，别人也看到了。撒贝宁选择摇滚幽灵。Very excited. We jumped up and we screamed and we were very happy. We thought he made a very wise choice. He has such a big eye, he can only imagine he may have the ability to use light to hurt others. Choose.正双选择弹射。No, I think she's beautiful. She looks fun.
She has a natural ability. So, we'll see. 吴尊选择白虎卫士，郑爽选择魔鬼蛟。哎，郑爽，这个你一定喜欢。如果你做的太过于高大，重心不稳，就很容易在战斗的过程当中会失去平衡，反而会成为他的一个软肋。蜘蛛精，啊！我骗郑爽选了一个，你要骗我？我看看这个，这是什么？这是一个蜘蛛精。张山选择红背蜘蛛。我是邀请郑爽来看一下你。让让弟弟，让让弟弟，赢了我会敬你一躬的。有的时候我可能会虚晃一枪，千万别被我这一枪扎到。China's never seen a walker before. Well, I love a walker because they're really slow. And you can get around the side and chuck them over. And then they're like a spider on their back. Our robot eater's gonna pull his legs off. He'll be like a fly. With no legs. 还剩十秒。倒计时五四三二一，时间到，请停止选择。就这么着了，事已至此，我们不能后悔。哎，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当你五个名额用完之后，你才发现你可能错过了很多好东西。其实人家那些战队在外边看着真着急。对，说这帮说这帮门外汉，选的都是不怎么样的。首先，像那些没有被我们选择的机器的这个战队成员，说一声。就这样吧，没有后悔药。现在有请48只铁甲队长出场。哇，完了！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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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嘿！两个小的，哎，还有小孩哎，他为什么穿得像一个厨师呢？队长们是最了解铁甲的人，你们每人有两次改选机会，计时15分钟，请好好把握机会。有两次机会重新选择，劈腿了似的，你选择别人了，但我会觉得自己是谈恋爱的，就因为毕竟是要比赛嘛，要战斗的。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其实我非常兴奋，迫不及待的想要跟大家聊天，然后去了解他们。突然高手进来了，我们要面对高手，真正的面对专业人士的时候，内心还是有点打怵。改选开始。我要不要换？我现在自己选的哪几个我都忘了。我选的金箍棒，金箍棒，金箍棒，赶紧告诉我。这个是不是像我想的那么厉害？它是本体的，这里有2000转的高速，它是一个合力向上的。这边是往这边转，那边是往那边，然后整个是这样啊，高速旋转。我喜欢这个名字，金箍棒，72变，可长可短，能伸能缩。我觉得金箍棒确实不负我的选择。Does he want a good show by watching you get torn into pieces? Then he made a good choice. The golden hoops is like toilet paper. 金箍棒这个机神，说实话，我没抱有太大的信心。夏老师好，我们这是来自策划战队的机器人。我有一点担心，
这个力臂太长了，这个扭力要非常大，扭力大你消耗的能量就大。专业。你这个动力多强劲，扭矩怎么样？就你的这个传动的方式是用皮带，因为链条它是靠每一个环节跟齿轮的配合，万一中间哪一个环节脱扣了都有可能会卡死，但是皮带不存在这个问题。首先第一，我是四个人当中年龄最大，可能我会比年轻人经验更丰富一点，带领他们最终成为冠军的经理。我还选了哪一台，我看一下。哦，这个。안녕하세요。哎，这台机器跟他几年了？올해1월부터만들었어。哦，新的。所以还没参加过比赛。네처음나오哦。对我来讲就是有一点点的怀疑。사실목표는우승이긴한데될진잘모르겠습니다 OK OK 好，谢谢，감사합니다，감사합니다。这一台做出多久了？这才有做出来有三个月了。才三个月？对。参加过比赛几次？我之前参加过一次。然后赢还是输？输了。觉得自己的选择好像有一点点的不够优。白虎，对，你好你好。速战型武器，然后内部是用的钢板，外面用是 HDPE 高强度板，是用来做防护的。有参加过比赛吗？有参加过。所以参加过比赛有赢吗？没有。那时候我的感觉真的是有飘一把冷汗。哎，这一台没有人选。你好。犹豫徘徊，等你白来。其实我遇到侠客的时候，第一眼看到，我觉得说，哎，这个可能是在我考虑之中的一个铁甲。侠客，你这台机器看起来好像进过战场很多次。对，我们这台机是久经沙场。啊。目前我们的战绩是国内第一。哇，国内第一哦，那没有选你太后悔了啦。所以还有机会啊，我可以给你策略啊。我可以将你50%的胜算率直接提高到80%。你让我心痒痒哎！一定不要错过，真的、哦、真的、哦，机会没有第二次哦。好，我想想。我都不知道他在心里在想什么，犹豫又徘徊，结果犹豫徘徊等于白来。还没看到他们我就选了他们，然后我也觉得是一种缘分，我不能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经验然后我就把他们换掉，我觉得这样子也是不太好。我觉得因为是男人吧，他们会不好意思，或者是会认为这样做不够义气。女孩是可以吗？All of those, when they're upside down, the wheels are on both sides. So you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being turned upside down. You've chosen us already. Hi. Tungsten is actually a UK champion robot. They're very, very good builders. So,if we had them on our team, it was we're more likely to win, and I wanted to make our team or influence give us the best possible team. This is the best robot here, by far. Because
We won every competition in the UK, and we designed this to beat that one. So this is brand new, and would easily chop everyone else in half. Easily. With Spectre and us, we can win. Yep. Those are the three you want to win. 他眼神中透露的自信，我从这个方面去选择了。嗨，嗨嗨，他主要是通过什么来攻击呢 ？We have one of the thickest runs in the competition. Nothing can get through this. All the spinners can just get deflected off, and we trap them, cave into them. 其实我已经决定把它换掉了，你知道，就是必要寒暄一下。我就想说怎么面对他呢？其实脑子里都在想这件事情。这个地方为什么是塑料的材质？会很容易被这种尖锐的攻击吧 ？Oh no, we're unstoppable. This kind of design has never been beaten. 一直都是赢的。In England, at least. 其实他说什么也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想换了。那我没有这么做的话，如果到时候他输了，我会后悔。I'm so sorry. 篝火退出正手战队。We missed off one of our top panels that goes underneath the plastic, and she noticed that. I think that's what made her change her mind in the end. 就觉得挺不地道的，他旁边的人都会哇，就是很鄙视的样子，但是大家都蛮直接的。我觉得这才是竞争嘛。家伙，平衡不成啊！就是。郑爽改选39号五。郑爽改选39号五。That's not our fault, but I think the rest of the team were a lot more grateful that we were on board.I think Tungsten is a fantastic member to have on the team. He's a very powerful robot. I would much prefer have him on the team than be an opponent. So it's fantastic. Do you think he can be paired with all these robots? AI, right? Are you confident? Not overconfident, but confident.Maybe. Sorry. Oh. Really? Yeah. Really? Yes. 魔鬼胶退出郑爽战队。Sorry. 我问他的时候，他又回答的不是特别的清晰。如果他们没有说服我的话，我就会给他换掉。有一点紧张啊、哦！怎么办？怎么办？要怎么选？侠客，哎，你好，你好，你好，跟你聊聊，这是一个怎么动、怎么攻击啊？这个，我们这个战车啊，有几个特点，首先四轮，我们中国人讲究一个四平八稳。哎，张一山，哎，你在抢人吗？一点问题都没有。哎，你不要再宣传了，你刚才不是说要跟我合作了吗？就是你有打算要抢他吗？不，我们就是交个朋友，是不是？交个朋友。哦。看他穿的非常像一个那个武林高手，看起来就吸引人了，对不对？哎呦，呦，呦！等会儿再跟你聊啊。啊，好。哎，我当时看到他们这个走过来犹豫又没有被选，其实我内心真的是很失望的，只希望自己在后面的战斗中要发挥出来，表现出来，让他知道不选其实是他的错。哎呀，这是他
套装啊，你这是衣服还有这个哈，厉害，滴答滴啊，听不懂啊，我就随便看看了，我不换，坚决不换，谁爱换谁换。我觉得我选的应该是这里边比较强的，对。哎，我说我这几个队友太烂了，不行。啊，我觉得张一山选的不是特别理想，没有什么战斗力，很垃圾的机器，很垃圾的机器。我还是认为我的好。金箍棒，金箍棒。我给您建议，您还选一个急速代码，会比大人牌。And he had this big rubber robot. And 3 seconds into the fight, the first hit, boom, we hit the wall. Fight's over. It's a 3 second fight, and he wins the decision. It's a very good, powerful machine and can deal with the spinners really well. 只要它自转，全速起转以后，基本上就是无敌了，就。I want to learn about this. Okay, so we destroy every robot we find. What is this? So this, actually, when it turns upside down, this puts us back.Okay. So sometimes when we hit so hard, we fly across the arena and we go upside down and just go back. 一，造型简单，防守性能好。第二，不易于被掀翻。这是一台非常棒的战斗机器。Shoes be much, but I have to quit one of my shoes. Choose, yeah, yeah.I will see later. Okay. Yeah. Thank okay. you. Thank、right. you. 我必须要很遗憾地告诉你，我当时是时间不够了，然后我选的第一个机器一定要是咱们中国战队，但我并不是特别清楚这个机器可能它的这个攻击方式和它的这个优点。萨老师在选机器这个思路上。让我大跌眼镜。We would hope to be on the pretty girls team. That's what all of us were talking about the whole trip over here, is we wanted to get on her team. Her team is incredibly stacked. It's completely unbelievable that she came up with all these choices all on her own. I was just devastated. I was like, no!Why? You know, we have everything. We have a tough robot. We have parts. The gold. She walked away. This robot is the culmination of 20 years of combat robot experience. This is the fourth generation of the Shredderator design. 那个大叔可以看出来，他也是很多年在这个行业，很有经验。It's the reigning current heavyweight champion of the robot fighting league.I was disappointed, a little bit sad. Junsung's choices were the best by far. Megabyte, an amazing spinner, which as we've seen before, can tear robots to pieces. He's a very powerful. I would much prefer have him on the team than be an opponent. This one. He serves the unique as well. Regardless of how, this person's reputation is higher. It was horrible. It was horrible. It's like all of my hopes and dreams were just suddenly dashed. Oh, I was excited. I was like, yes. The mass, if we go upside down, it goes back. No. You won't give this machine to her.
forgive me. She's beautiful.郑爽改选30号极速代码。我认为萨老师也想选那个极速代码，但是心动不如行动，想换的话就赶紧。I get on the team with the captain I wanted. It was a good day. Yeah. 这个机器人我当时应该看完之后，听完他介绍以后立刻选择。本来啊，咱们是队友啊，现在对不起了，你就等着我的大铁锤金箍棒吧。3分钟倒计时，请尽快选择。肥草是哪个？是哪个？是在那个。Hey, how you doing? Nice to meet you. Yeah. I had the very first successful full body spinner in BattleBots almost 20 years ago. BattleBots. This is the fourth generation of the Shredderator design, and the predecessor to this is the current reigning heavyweight champion of the robot fighting game. Mm-hmm. It's won hundreds of matches and many, many championships. Now I'm thinking about to change my choice from another But I don't know how to care. That, yes. Well, do you want to win? Yes. This is a proven winner. Yeah, I know. Sorry, wait a moment. Okay. Yeah. 想想我最后选的那两个。最后一分钟，请所有经理人回到台前。我还后来又选了一个，我怎么找不着我那个了？我可能要换一个。萨老师，你回来吧。哇 ，I like your eyes. I'm very sorry. Perhaps I have to change my choice. Yes, I know, but I have chosen one mission just like this.But I'm very sorry, because I 摇滚幽灵 have, 退出撒贝宁战队。I have one. Okay. See you later. 他完全没有说懊恼啊，或者说啊，那你当初选我，害得我这空欢喜上。他没有，他非常绅士。You're so stupid. Why would you not choose me? They pick 4 robots. I'm the best robot there.I hope we can make a champion team. 撒贝宁改选29号虎爪。I felt like finally they had made the right choice. Now I will prove that my new design is by far the best. 对于我现在已经选择的这些队员，我只能告诉他们，我不会辜负他们的希望。所以非常遗憾，我们只能在这一个环节，每个人选择5个铁甲。中国有句古话叫“缘分，地久天长”，是吧？我们再看，因为后面还有机会和各位的战甲再次接触，我们也许还能够有机会共同组建一支冠军战队。好。郑爽选择的这一支战队搞不好会成为最强的。我就想让他们赶快打架，我就恨不得在那个所有的展台上面他们就可以启动，然后就可以开始打。四位经理人，你们对自己的选择是否满意呢？满意。无论结果如何，都要对自己的决定负责。此刻集结之路尚未完成，事不宜迟，带着你们的信念继续战斗吧。加油，加油，加油。我为什么为你的机器加油？现在加油，加油，加油，加油。走啊，快点走啊。谢谢各位，我们战场上见。
酷独家播出的《这就是铁甲》，三星 Galaxy S9 一秒定格960个瞬间。本节目由三星 S9 手机首席冠名播出。超酷智能科技尽在天猫机器人节。本节目由全球智能数码家电首发阵地天猫独家互动支持。铁甲！太可怕了吧，这个！请扣好安全带。有安全带吗？有吗？哇，挺好玩的。爹爹，提前说一声。座椅完全像那个游乐场一样，整个就是一欢乐谷，但是确实很刺激。欢迎大家来到由优酷独家播出的《这就是铁甲》，三星 Galaxy S9 一秒定格960个瞬间。本节目由三星 S9 手机首席冠名播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卫。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龙聪。那在刚刚结束的抢机战当中，我们看到四位明星经理人已经率先为自己的队伍选择了五支铁甲，他们将会在我们的铁甲实战格斗当中来选择自己接下来的五支铁甲，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则？好玩啊！猎机战规则。上一轮未被选择的28支铁甲经过抽签，四支为一组进行七场格斗。四位战队经理人根据他们的格斗实力拼手速抢夺自己心仪的铁甲。每场格斗最先被经理人选择的铁甲即进入该明星战队，若经理人无心仪铁甲可以选择放弃，而无人选择的铁甲将面临淘汰。每支战队有五个铁甲名额，请谨慎使用。马上进入，这就是铁甲第二轮战队选机，猎机战。好，大家好，我是本次比赛的解说王涛。大家好，我是小仓。我们有请四组铁甲出场。每一台机器人的最低重量限制是90公斤，最高限度是110公斤。摇滚幽灵是被我换下来的那个，我原来选了他，后来把他换了。好，为大家介绍现场的四位选手。第一位，来自中国的河马先生。来自美国的摇滚幽灵。摇滚幽灵挺好听的，但后来看到的这个人，我觉得他分明是热爱艺术更多一些的感觉。来自中国的青玛瑙。还有来自俄罗斯的空间站。哎，那个空间站挺酷的。提示一下，莫斯科空间站这几位，他们是制造火箭的工程师啊。哇！所以他们的机器人叫空间站。哇！我准备预先选一下空间站。我比较相信造火箭的人。那就看谁爽快了。我也准备预先选一下空间站。我等一下，第一秒开始我就选。那就比谁快喽。大家都在选择空间站的时候，我没有去选择，因为我会觉得尽量不去跟别人抢，我就和平赢一个。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在今天之前的选择中，我曾经选择了摇滚幽灵，但是后来在我跟所有的队长进行了简单交流之后，我把摇滚幽灵换下来了，我换了另外一个机器人。 But I'm very sorry。 所以摇滚幽灵的队长现在可能对我怀恨在心，刚才他路过我的时候恶狠狠地指了我一下。你小子换了我，真觉得我是不是换错了，应该留下他们，也许他们真的有超强的实力，因为他特别自信。沙老师，你再不选他，他会更恨你。对，他真的，他是幽灵派的那种感觉。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我看看你们的表现，如果你们表现好，我再把你们选回来，我们再续前缘。If Sapani chooses me again, Sapani will still regret his decision. I will never join his team.大家看到选手不是在拧螺丝，他是在拧开关，这样可以激活机器人。好，现在机器已经准备好了，安全阀门已经被拔掉。In a four-way fight, though, I will still destroy the other three robots. I feel bad for the other three robots that go against me. We will show you how Russians fight. 河马先生，请准备。摇滚幽灵，请准备。青玛瑙，请准备。空间站，请准备。退出了战斗，撒贝宁的选择没有错。哇！哇！哇！我选。他一喷气，同时我马上就推动了那个摇篮，我觉得这应该是我想要的。空间站有一个喷气装置，能让自己翻过来。对，我就看完那个，我指令了，像一个小火箭一样。对啊，哇，给他指令了，哇，这好酷啊！不愧是火箭的制造师啊！现在青玛瑙他有一个非常大的锤子，能不能砸击一下？青玛瑙还在找方向，青玛瑙目前还没有攻击到对手，青玛瑙瞄准了吗？青玛瑙在思考人生。他在充分的思考人生，他还没有想好怎么打。河马先生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于是青玛瑙和他都没有互相攻击。河马先生，河马先生在绕弯。河马先生怼了空间站的臀部。选择了河马先生，可以算是今天选这么多机器里面最干脆的一次。青玛瑙上来了，但是他冲偏了，他的方向没有瞄准。空间站似乎在想着，这青玛瑙到底是来干嘛的？我该不该铲他呢？青玛瑙的锤子，锤子要用啊！青玛瑙一直在思考，他在干什么？大家就是在说青玛瑙在思考人生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好像这个不是特别对劲儿的感觉。我觉得人家也没有受伤，也没有什么值得嘲笑的。对啊，人家还是活得很好。郑爽选择了青玛瑙。天哪，郑爽居然选择了青玛瑙！河马先生，好漂亮！河马先生又怼了空间站的屁股。哎，空间站。
将铲起对手。他们三人在舞蹈，场上年龄最大的撒贝宁同志没有选择，他和亲玛瑙一样在思考人生。哇，这河马先生好厉害啊！他们是在表演、河马先生，这两个人是在尬舞啊！哇，两个人都在秀自己的。一瞬间，我们似乎走出了场地，这里似乎变成了《这就是街舞》的现场。喂，你选的河马先生厉害，但是他冒烟了，河马先生冒烟了。怎么解释？赶快救火啊！救火啊！有必要一点冷汗？他已经是我的队里面的一个成员了嘛？突然间为什么会冒火了？这是故意的吗？我以为他在秀他的技能，我想说哇，这火药着着大一点嘛，不用这样。但后来才发现，原来不是在秀技能，是真的出了问题。河马高兴得太厉害，乐极生悲，在最后炫舞的环节导致自燃。谁选了河马？我选了。你怎么笑成这样子了？吴尊同志选择了河马，眼睁睁地看着他自己把自己给烧了。当时吴尊的表情是前一秒还在狂喜，哇，后一秒完全捶胸顿足。当时我笑得很开心，我希望吴尊别以为我是幸灾乐祸。郑爽，你选了个什么？青玛瑙。其实我是有点懵的，你知道，因为他选的都是外国强队，强的简直令人发指。然后看到了我被郑爽选走了，我勒个去！哎，你看那个青玛瑙很聪明，那两个人在那折腾、啊。对，我谁也我也不打，我活到最后。对呀、啊。我不是在思考人生，我在思考链条。那个链条为什么卡住了？好奇怪，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他有一种比较幸运的气质。有可能叫青玛瑙吧。超酷智能科技尽在天猫机器人节，本节目由全球智能数码家电首发阵地天猫独家互动支持。精彩的画面总是转瞬即逝，刚刚比赛当中 KO 的瞬间呢，好像大家还没有看清楚就已经结束了，但是没关系，有我手上的这台三星 Galaxy S9 手机，它的凝时拍摄功能一秒可以捕捉960个瞬间，让你绝对不会错过任何一个画面。在这就是铁甲的舞台上，三星 Galaxy S9 将为我们记录下每一个精彩的瞬间。让我们有请下一组铁甲闪亮登场。这叫什么？这边应该是剃头。好，为大家介绍现场的四位选手。第一位来自中国的贪吃蛇。接下来是来自巴西的刺头。还有来自中国的旋风掌。还有一只是来自美国的猫王。一号战队贪吃蛇，请准备。好嘞。好紧张啊。二号机
机甲，巴西刺头，请准备。三号战队旋风斩，请准备。已经选好了，我想多看一下下。哦，巴西石头翻了，巴西石头翻了。操控能力已经相当强，所以我就先把那点收入囊中。哎呀，又慢了一步。看他怎么起来。哦，哇，回来了吗？还是没有能翻起来。贪吃蛇的旋风斩好像结盟了，他们要一起来围杀猫王。猫王被缠了起来，打猎打猎打猎，打猫王打猫王。哇！我选的没有错，我选的没有错，我选的没有错。贪吃蛇把猫王推到了一边，猫王成功的摆脱了贪吃蛇，好一场蛇口脱险啊！猫王又被缠了起来。啊，对，追的。追起来吗？能抓起来吗？抓起来！猫王被抓起来了。这次他还能成功的摆脱吗？猫王被举在了空中，他又一次摆脱了。猫王摆脱了，再次蛇口脱险的猫王是选择躲避呢，还是反戈一击呢？猫王在灵活的和两个铁甲中拳，猫王面对旋风斩，猫王反杀了旋风斩。哇！旋风斩，旋风斩翻了。贪吃蛇与猫王展开了一对一的对决。狼牙棒在飞速的旋转啊，猫王离狼牙棒非常的近。贪吃蛇试图要缠起来了，能不能抓起来？错，缠起来了，哇！糟蹋，这是中国选手和美国选手的大战。再一次缠起来，有没有机会抓住？哦！哇！高能提醒：现在打开手机淘宝、手机天猫，搜索“这就是铁甲”，赢取黑科技逆天福袋。准备好了没？必胜！必胜！战队初见，队员各存疑虑。我用三个换你一个，我每一台都不想给。我的运气不差，我能够带给我们队最好的结果。But luck favors 感谢官方战队合作平台微博，上微博了解这就是铁甲节目最新动态。中华万能力玩转传统文化，助力科技中国化，一点资讯人机智能，知己知彼才能一击即中。 If he wants to lead the cheers, he did a great job. 赢和输对于我而言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比赛的过程。我来参加这次比赛，我就是要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的。很希望张一山呢能够非常认真的去重视这场比赛。If he is not confident, he is my biggest worry, because he must be strong and must be the last guy to drop off the bot. 我是郑爽是吧？我们不会把你们放在眼里的。太讨厌了。理念不一，能否共赴胜利？很多被拆的机器、不能动的机器都已经晋级了，而我们却被淘汰了。希望四位嘉宾可以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我认为经理是不专业的，所以作为不专业的人，我认为他们没有资格去评判我们。腾讯娱乐、网易娱乐、环球网娱乐，此刻的规则已经不是比赛的规则。对我们所有的队伍来说，这是一场赛事；对沙老师来说，这可能只是一个综艺节目。猎机大战，战火续燃。冒烟了，会不会爆炸？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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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斯坦利就撞在一起，他们是在接吻吗？上来就被打掉，啊，
反击了。我们做的东西他能做出来，而他能做的东西我们做不出来。你们48秒以后能跳下来算你们厉害。北京这座闪光的城市改变了所有投入他怀抱的人，也即将改变我。你得赶紧让自己优秀起来，别站着茅坑不拉屎。你有什么资格鼓掌？就因为你找了一个有底气的男朋友吗？咱为什么来北京啊？这世界很酷。